普突9月15日讯，美国媒体人 Alex Kennedy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众 NBA 现役球星与勒布朗詹姆斯的合影，见新闻配图。现在每个年轻球员都想要和勒布朗詹姆斯合影，那就产生了以下这些令人兴奋的照片。照片一，德马库斯·考辛斯、德马尔·德罗赞、肯巴沃克、兰斯·史蒂芬森和格雷格·门罗。照片二，凯里·欧文。照片三，特里·罗齐尔。照片四，杰森·塔特姆。Alex Kennedy 写道。此外 ，Alex Kennedy 还在此条推特后发布了一张2003年勒布朗·詹姆斯与迈克尔·乔丹握手的照片，见新闻配图。编辑：有文化。